苍生。观身不净，厌离心。观身这个字，我们打观察。一般的观察就是这边有一个人，那旁边的检查者，这个，你的右手食指跟中指代表人的视线，那看着他原本是这样子绕着一圈，仔仔细细的检查，在这个手，在这地方手语妙音所呈现的是，你的从你的左手边，一直检查到右手边。当我们看着自己，发现说我们自己九孔长流不净物，那会起一个厌离，想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苦海的心情，那我们就打离开这个字。不过，我们对方我们会把右脚跨出去，厌离。好，那心再打回来。我执缠缚一时明，我执缠缚，我们这个地方打固执两下，就是你的食指跟你的中指并在一起，很用力的打着敲打自己的太阳穴。我执缠缚一时明，好像被绑住一样。明这个字的时候挣脱开来，因发度众菩提心。因发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合十，度众我们打众生。啊，菩提的话就是你的拇指扣着你的中指往前推出去。因发度众菩提心，因发度众菩提心。慈悲喜舍济苍生，慈悲喜舍我们就是直接从外面打进来，放在自己的胸口。济苍生再把这样子的心意济洒苍生那边。那整句来一次，就是慈悲喜舍济苍生。观身